我的瘴气等级太高，叫不出来。一等。我是一等的。加一。就万剑再叫你们开，先去抓企鹅吧。抓完我先。始祖鸟的使者是什么？啊，就始祖鸟使者，你没抓过吗？什么？在哪里？哦，大的始祖鸟是不是？对啊，在十一号营地啊。哪里啊？啊，之前有一个任务是要抓始祖鸟使者呢，你们。哦，有啦，突然只是想说始祖鸟，平常都抓始祖鸟。没有，看到了。哇、哦，它算稀有环境生物哎、欸。算啊，因为它是特殊的啊。哦，我看到它了。哪里啊？每个人看到位置应该不对啊，就都在这三棵树在荡。好可爱啊！我只有抓到始祖鸟。好，我抓到了。你附近看一下，一只比较大只的。只有200块。那你们看得到这只猫吗？有。怎么有猫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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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你最疼！我一直抓到始祖鸟，丛林始祖鸟。有一只特别不一样的，你去看一下。有一只每只都抓就知道了，每只都要抓。现在就是每只都抓、啊，这是最快的方法。哎、欸，来了！我看到了啦，在那边呢。石头在哪里啊？冰咒了。有了，抓到了始祖鸟。它正在飞，它正在飞。大金冰套龙。抓在哪里、啊？施咒，他要飞到海边去了。啊，没有，他正在下来。来这边吧，应该过来了。对、啊，他应该会过来。冰套龙，冰套没有他的，我地图上没有显示他、欸。施咒龙，他怎么越飞越高啦？他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裡？到底干嘛？他是 bug 啊，去那个毒妖鸟那边是不是？啊，毒妖鸟，毒妖鸟。这里的始祖鸟是不是有点太多？对啊，好多。他们本来就有啊，他们本来就很多啊。是啊，对啊，一直都很多。我看到他在那边。太壮！我撞了。好撞！哎、欸，怎么会在？哎、欸，他这个转身。我中，你中瘴气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。没有，你中毒是正常的啊，我拿锤子了、啊。嗯，我讲完的时候才看到。哟！哇，我是尖锐石，好爽哦！尖锐石，我从头灌到尾。他刚尾巴让我抓嘛，抓到之后就是头面对我啊！哎，哎，啊，掉下来。
他快死了，又快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开。没有，先吓吓他。真的吓到了。我都还没玩到啊，就快死了。你要玩？想玩什么啊？哎哎哎，我炮兵咒有175呢。多少啊？2万而已。3.8万。撞回了，撞回撞回撞回。啊，真的快死了啊！相信我。因为刚刚剩30%的时候，喊说快死了、啊。哎，不是我这时候不给我的经济啊！啊，我把他举报了。叮！哇，我这场怎么了？我最近怎么了？今天我那我去下载那个食物鱼来抽抽看好了。最近突破不是一堆人在玩吗？哇！叮！一二，一二，哇！哇哦！哇哦！把地板的石头全部捡一遍，让它变绿的，也爽。哒哒哒哒。我说有调查报告。我杀飓风啊！哦，要杀报告了，妈的！我来看一看他旁边跳什么调查报告。哎，有那个哎，封印的龙。哦，有哎，封印的龙骸布，我看一下要几个。我拿到了珠子，地穴珠四等的二，地穴珠四等的三。二和三，怕你不够用。无始终。哦，看选这一堆了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来哈！哇，一个就可以做了哎、欸。啊，不是外观哦。外是哪一个？装备。防御。一个就好了，所以不用再做了。对啊。两个洞的，好废哦。两个是隔洞哎、欸，可是它不是外观就觉得很废啊，废啊。哦，他技能给啥？怨恨，怨恨一垃圾，不会垃圾啊！哎、欸，怨恨很猛哎、欸，那个也是要之后的事情。可是之后也不会配这个啊，也是直接穿五件套，然后装怨恨珠就好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我去用一下猫的东西。做一下。还有什么？没了吧？就没了，都打过了。灯笼鱼造型的灯好可爱哦、喔！我要用灯笼鱼灯。灯笼鱼。鱼虫太强，对。家具有那个新的灯笼鱼灯，超可爱。
四二八十，八十二应该可以。每出一次这个任务都要看一次有没有大型吸引还是小型吸引。A 型。宽一几代红叶克雷厄哦这个讨伐飓风，讨伐飓风，讨伐飓风，讨伐毒鸡龙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欸，有些飓风不要，你要归功于江江哦。谢谢哦。不是，有些是绝大部分是江江给的。好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们坐。要开始了吗？开始啊！来吧，攻击二。欸，我有，我是缺降二。欸，其实降二也还好，因为不是都会带降四的主护士吗？不知道欸。然后就故意等到 HTT 回来说：“欸，还没有，我都没有带你外洗澡啊。”你在靠干你恶心。啊，拍心！黄金上钩儿。哎、欸，我的画面有一个王子。没有。哇，好多企鹅票。欸、其实珠子好少。跳跃提速珠这个我也没有。感觉你有很多没有，是啊，都没有在刷哦，是啊，他忙着带线，又有洞，我东西打完之后就嗯，好，不打了。こんにちは。调查支援管理所为受委托品项可交货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、哦，先交货好了，不然老卡。你不是把那个交货的话，他会一直跳出来烦你。啊、哦，对啊。给他烦啊！我直接交货了。交。你说哪一个？他说哦，已达成可以。家具。嗯。快，我在参加任务了。我给的商品都好贵，好高级哦。关掉。哦，
我怎么没有穿万福的？白痴哦、喔，不是万福啦，旗袍。对。等一下哦。慢慢的，设定。更变装备。根本没抓到白痴哦、喔！我打人呐、喔！我抓三只被断，对不起。看我的小金，哦，哎、欸，白色不错哎、欸。它预设不是白色啊？不是啊，预设不是红色的吗？预设是红色啊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平时都穿白色的。那是的。我要拿太刀来砍你们。为什么你们？为什么明明抓八只，然后你们三个我被断了、喔，王子准备偷出去被断掉。我是已经抓下去了，结果被断。我觉得这画面好笑，好笑。Again。こんばんは。どうも。感觉要给杰超开任务哎、欸，他的那个 OK 都好久、喔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次有很多在上面，而且我还没抓到。自己人。哎、欸、啊哎哎、欸欸，小金。妈，应该穿普通衣装来抓的。我有装耐冲，不要怕。靠北我等一下，一张，哇，四颗珠子哎，无伤准备，这个我也没有。哦，无伤准备还不错哎，我蛮常用的。
哦哦哦哦哦。啊，那解叉接。我在楼顶。那还是你接好了啦。我吗？对啊，可是他节操不是 也是把游戏装 SSD 吗？没有啊。啊？你给我去装 SSD 哦。没钱。哦，你电脑没有 SSD 是不是？出啊。HDD 出啊。对啊 ，SSD 没有很贵啊。你这一颗256。SSD 不算贵吧？我觉得不算贵。要看有没有工作的人啊。不是啊，不是有没有工作，要看开销大不大的人。可能你花在氪金上。开销也不大啊，可是我觉得为了这个还蛮 OK 的、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养我？啊？刚说什么？啊？讲人话啊？啊？那我要明白一点嘛。给我钱。啊，够明白了吧？干，这场最有钱就是你。你又知道、哦？大概吧。你是说？嗯、我觉得一定是魔物币吗？对。看，我是真的蛮多钱的啦，舍不得花。我才200万哎、欸。我看我多少钱？怎么看？那应该有一全单就有了。百千万十万百万8640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也就这个钱多而已啊。很了不起的，我突然流血了，等一下啊、喔！气到出血，荷包失血。难得礼拜一想出去挥霍的，给我钱啊！没得挥霍了，给我钱、啊！等一下，刚有一只有杂音，你有听到吗？那个好像是有一点点。我看到是乱码了，不知道你怎么。哇哇，一次抓四只五只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要站在那边抓很爽，一次四五只。又可以组成魔女队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巨魔那个巨魔不屈团应该换这一件了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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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刷到一张？你那快刷完了，我应该剩两张就刷完。总共要几张啊？五张。我还有 SP 吗？啊、我刚已经我还有 SP。哪有四物？不是还要？啊？还有吊饰，没有，我说外观。哦哦，纯外观。啊，吓死了！啊，我刚刚拿去先交管家的那个东西了，所以我还缺两张。看一下我够了没？没得算。还差一张。好像没有出过一场两张的哦。没有啊。Nope。还差两张，哎、欸，然后嘞，带稿子吗？好啊，不行、啊，稿子有加防御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啊，对哈、哦，垃圾防御，还是带冷冻大件的啦，不然带火鸡腿啊，火鸡腿。啊。火鸡腿有加防御啊，烂鸡腿。那那个嘞、啊，超级八嘞，超级八，哎、欸，超级八也有，还加40，更多，真的很鸡八。那只好拿那个了吧。只有我们的冷冻大件。罗毛秧鸡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鸡毛掸。那个是。双刀，双刀，
我好像没有强化、欸。不用强化，那干嘛强化？我想强化上去啊，松软天国哎、欸。不行，要掉塔通票 G 两张，我等下就去打。你不要再冲，你快没钱了。我就是要 QQ 就 PS4 出而已，天哪！出什么？大林麦？哈？你说大林麦绿任务啊？哦，你说刷那个？刷之后会出啊，反正我们的活动还没打，还没同步。监视灭镜，没办法，谁叫我们比较可怜，还没有同步，音乐会还要延期，你看都不同步。我要看到消息，我要故意拍我那个卫生纸上面的血迹，然后 po 文，他说这么努力还流血，却没人来看。我也是 po 昨天姨妈来，今天不开。我在下面玩。所以这边水池只有尾鱼哦、喔，没有啊，因为你网子丢出去，他们跑光了啊。哦、oh. ，你可以先去河边抓，你就看到后面这边就变得没企鹅了。折一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次没有，故意无伤治愈出。来拍照，咔嚓！我失血了，失血了，需要医药费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健保多少钱呢、啊？看一次医生那些，还是都还没看医生？不常看医生呢、欸，所以我晓得、哦。我就是因为看皮肤科，每个礼拜都喷200块。你可以加开药房，自己抓药。哦啊！你们都收多少钱？啊，我们不是健保药局，不能这样算。哦，呀，任务，我先去用枪包。胖一起了，我也用猫，我也用。哇，我该不要把我那一套改成这个了吧？旗袍真的好看好多。猫真的能找到力战的任务吗？我怎么没有看过我的猫拿力战回来？没有啊，我的猫也没有力战任务过啊。有啊，那谁跟我说猫可以拿力战任务的？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拿过。我任何一个连个一星的力战任务都没拿过呢、欸。啊，那可能是你的猫帮我们拿到了啊，我们的那猫没办法帮你拿到。吧，看来是我们的猫比较糟。你的猫比较糟，我们的比较差。不对啊，派的是别人的猫啊。啊？所以不是我们的猫好。猫，我从来没有拿过绿战任务诶，猫咪。然后找时间去掉点滴耶，我感觉我真的是快死掉了。快死掉的人都说自己快死掉了，我也快没钱了，没有了。每个都会的。哦，我还剩爆裂龙鱼跟灵力鸟，灵力鸟好麻烦哦，那个都还有大金。你就吃那个啊，当你有那个猫的大型吸引，就吃生物博士出去玩了、啊。可是那个不是有条件吗？说什么时候的什么時候？没有啦，你忘记你当时那个急躁青年在白天的早上抓到吗？对啊，所以条件只是比较容易出，但不一定会出。对啊，我在想说，搞不好就是那一场刚好能吃到猫的。对啊，应该有人学者加大型吸引这样子。学者加大型吸引真的屌。对啊，可是这样大家真的很猛。可是大型吸引是每日随机就。
哎、欸，那谁，节操穿这样超像真娜的、欸，有吗？我是说魔兽世界的真娜。哦，好哟。所以那时候当 LO 有一只叫真娜，我是转不过来。垃圾？什么垃圾？垃圾？哦，垃圾转不过来，很垃圾。真的吃啦，尾鱼真的很像雷克，雷克，雷克，我的假发会撕裂你那个吗？我没有玩那个哎、欸，炉石，哎、欸，又没有哇，我场场都有哎、欸，我是要下地狱了，是，那你们记得烧 SP 给我。还是换人接，我好像我接都拿到哎、欸，帮我接，还然后就在我这里，我已经三场没拿到了。ご機嫌よ。有没有猫的拿到 SP 数啊？不就是猫的那个吗？御神签。神仙还吃的还不一定拿得到哎、欸，有个哭的，就跟生物不是一样啊。剥蟹，剥蟹，生物剥蟹、啊，生物剥蟹，生物剥蟹。哈那天人家剥蟹生物。我现在去厕所无聊都打开那个怪物单子，然后听片头曲。哦、oh.。现在跟那个鬼灭合作，所以都在听片头曲。Oh.三个凯子都开了，那他的片头会是红莲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然后就一大堆人说这哪里好听啊，然后开始就分两派又在站起来。没什么好站的，这首歌已经在快要变成那个日本那边的那个。嗯。小明。怎样？这个呢？我看到一个新闻，我应该是真的吧？他说今天是228的那个纪念日，韩国瑜参加228纪念活动，在致辞中脱口说出今天是823纪念周年。我有看过，他真的是念那个数字没错，八二三。